老年，我今仔是来报答你的呢。你讲你人常常无伫咧台湾，所以就要甲花豹物流交予阮过来管理。你两个安尼徛做伙，笑笑咧给我看，白叔是我真正爸爸妈妈同款。你若是无去提奖，就等于无互相发明，注意知影无？这边哦，恁大家哦，拢爱去管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倒去盛发开始报销。今嘛就要颁年度最佳优良员工奖，得到这个奖诶，就是客委部经理林美妍。那安尼刷落来，咱就来看林经理的这个介绍。快点，快点！不是安尼，恁大家千万袂当伤心。你做这个垃圾袋，赶紧承认啦！小妹，啊，你的前辈叫啥物名？我找一个时间啊，好好去拜访啊。文西叫刘建华。何总裁，你如果是我上关键的证人。你真正这么固执，对一件凶杀案到今麦还唔愿意放手啊？慧宇，我真正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，你会去失踪。我希望你赶紧回来。严立根，我就无去调。你真正无事。你把我杀入水，我差点仔就死的凶手。你真正有够可恶的呢！在我辛辛苦苦创立的集团内面，有你这种心肝狼毒的员工，对今麦开始。你已经不是姓范的员工啊！你即马就是一只无人收留、干那乱吠的狗。要是乖乖回去做你的小三，继续给人吹嘴啊！